是 Nick 吴荫宪，来自台湾。今天用乌梅、青梅和话梅三种梅子来调制三款鸡尾酒。第一款 ，Before we speak， 先将冰块放入蝶形杯中冰杯。波士顿摇酒壶中加入冰块，搅拌冷却。将45毫升波本威士忌、20毫升意式甜苦艾酒、10毫升意式草本苦精、15毫升自制乌梅醋、15毫升冬瓜露，依次加入摇杯中。另一只摇杯滤去多余的冰水，来回抛接5到6次。然后在冰好的蝶形杯外围均匀地撒上自制梅粉，最后装杯即可。第二款 Summer Sachet， 首先将冰块放入日式搅拌杯中冰杯，依次倒入50毫升干邑白兰地、10毫升伯爵茶青梅混合糖浆、3滴安格士苦精、4滴梅子苦精备用。冰好的古典杯中倒入查特皇香甜酒，稍加摇晃后，沿杯壁倒出，取日式搅拌杯，放入冰块，快速搅拌30到40下。过滤后倒入古典杯中，加冰块，放入青梅做装饰。第三款 Origin， 在三段式摇酒壶中依次加入50毫升金酒、20毫升自制四季春糖浆、10毫升自制桂花糖浆、20毫升新鲜柠檬汁，加入一颗话梅，再加入冰块，大力摇合。倒入冰好的杯中，最后撒上干桂花点缀。